漫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有时有网友话边个落边个上，咁我谂咧就边个落就唔奇嘅，有冇人上到咧，真系好怀疑啦。即系而家咁嘅局势咧，你又唔同有一个嗱，譬如啊黑鬼德黑仔强喺度咧，嗱咁样都仲有机会喎。你而家咁样咧 ，and that's why 佢死啦，可能呢个原因啦，其实就散噶啦。你明白我意思啊？散噶啦，散噶啦，好嘅。咁啊，唔知啊，屌你！我咧嗱，下個月咧，我咧個馬拉團咧，好正，係幾多號至幾多號啊？16至20。十六至二十係。其實本來我想去咯，其實今次我唯一帶你哋去咧，我而家我帶我後來先話過，我真係好浪夠，我無端端使咗咁多錢，如果唔係我想乜俾旅遊巴啫？我揸車噶嘛，有車噶嘛。我使乜？我使乜做酒店啫？我有屋噶嘛，我有屋企噶嘛。OK， 但係唔緊要，開心 sharing， 係因為嗱我怎麼找啊？今天我已經立刻上呢，即我會去好的地方，我都熟悉了，但我立刻看有什麼美食，我真的想起呢，我屌你老母，我真的替你們很慘啊，屌你老母，為什麼你們有些人未去過，為什麼你們有些人去過而不喜歡，你真心不喜歡沒辦法，我未去過，是啊，不是，真心有些人去過都是不喜歡的，屌你老母又說很熱，熱冷得過香港，你都黐撚線的，屌你老母，喂，香港真的很熱的，馬拉有多熱，它一落太陽就涼了。同埋佢咧冇咁多樓啊，使唔使帶外套咧？都要啊，帶件薄衫，帶件薄衫啦，或者長袖長恤衫咯嚇。咁啊哇！真係一個即係咁好嘅地方，我都唔識講。所以今次咧，咁當然啦，行程入邊冇寫，但係我會帶你去嘅，梗係會參觀下寒舍啦。因為我都打算咧大裝修啊，即係我本身有啲裝修嘅，但係因為嗰啲咧真係好老實講，係諗住我嚟租俾人嗰啲化妝裝修，咁我又真係喺度住過一段。即係一年可能住10日至18日啦，咁我就知道有啲邊啲位咧，我諗要再大整 ，OK， 係整我人生之中第一間，人生之中第一間，係要有好似我睇啲示範單位有好嗰啲 designer 嗰啲屋嗰啲咁樣 feel， 你自己整唔到嘅，一定係要揾，咁我就揾 designer 咯，屌拍拍兼卡拍嘅咯，我衰撚到連我連諗住我連個露台嗰條欄杆我都換埋佢位遊過去嚇、啊，喂，喺香港呢個裝修啊200萬咯，喺嗰邊我唔會講幾多錢嘅。就係因為我真係唔能夠，我忍唔住啊！屌你，我唔能夠唔裝修啊！你香港揦埋1000多元一工啦，啲裝修工人。係最少係。屌你嗰度係講緊100蚊馬幣，係嘛？咁你1/10喎、啊？你其實裝修係貴人工噶嘛？係冇錯。我冇人叫你喂，屌你啦！我用圓福、意大利雲石，屌你18萬，你唔使噶嘛？你油油都可以又整得靚噶嘛？你明我意思啊？油油都1000多至2000蚊一工啊！係啊，所以就係話，屌你老味閪！到時你去寒舍度參觀一下嚇、啊，即係我屋企一拱開佢咧，不過細就細啲啦，即係實用面積得個1400尺，咁啊仲未計我後一啊，我哋個後一嘅，咁啊即係叫做我又唔中意啦，好嘈啊，咩嘈咧？其實唔係啲聲嘈啊，係個景色好嘈啊，因為我望曬成個吉隆坡，又望埋雙子塔咧，遠遠咁覺得我好孤單啊，因為我喺山上面啊嘛，我望落去又見到人哋咁熱鬧。但係自己間屋得我一個人啫，即係我唔會，即係最多唔係我老婆同我仔去買，咁我老婆同我仔就算喺埋度，我哋喺房，咁我露台有一個人煲煙，好撚寂寞啊！你明唔明個內心啊？跟住出邊咁喧鬧 ，OK， 喂，我露台都200尺啦，屌你 BBQ 啫嘛，唔會，我下面有 BBQ 牆啊嘛，屌你唔使諗自己 BBQ 咩嚇？咁啊，喂，我都話啦，乜品都唔好講，我淨係我驅車翻到我屋企樓下停車場嘅時候，嗰個 lobby 啊。屌你咪4樓咁撚高喎！屌你入到去啊，仲有喎！我架車咧整個張好似我哋易通行嗰啲，即係嗰啲住客證之類車度咧。屌你老母行緊到去，真係仲有10-20碼，佢個閘已經彈開入到去。今次見到嗰啲 secure 咧，即係同你打個招呼，即係 morning Mr. Ma， 真係冇 salute 嘅。喂，你真係覺得咧？使俾利是啊！嗰啲咁梗係唔使啦，唔係我係咪都俾嘅？一過年過節就唔理去馬拉人、印度人、或唐人我都俾嘅，即係呢個真係好地方。呢個就解釋咗點解咧咁多人咧，你見到好多啲老明啊，即係退休咩李嘉誠啊、阿 Benz 紅啊、邊個啊、黑仔啊，佢全部喺馬拉噶。你去完你就知啦。OK， 好啦，
咁梗係好過泰國啦！你問我係嘛？起點解泰國有咩唔好呢？泰國咧就係我唔識睇啲字，同埋泰國佢係講泰文為主。你或者潮州話都得嘅，喺唐人社區。但喺馬拉咧，你嗱啊廣東話加啲英文行曬㗎啦。你識埋華語啊，冇得頂啦。但係都唔使啊，我覺得都行曬。因為佢而家新一代嗰啲，就算唔睇港劇，唔係咁識廣東話都好，佢唔識講嘅，佢識聽嘅啊。咁但係你話華語英文咁啊行曬㗎啦啊。好啦，嗱呢一單咧，嗱泰國咧又係喺泰國喎，呢一單之前就啊大陸妹啦，而家呢個香港女模特兒嚇，咁啊哇個名好難讀啊 ，Gwendolyn Cretton 咁樣啦 ，OK， 24歲做平面啊廣告嘅 model 嘅，咁就被發現咧喺酒店入邊。身中九刀而死，而 CCTV 拍到咧有三個人就將佢 Aquedolin 咧就搬嚟住所，包括佢男朋友歐偉啊，喂 ，OK， 喂喂啊，歐偉，咁阿偉咧就話嚇佢女朋友係自殺嘅，係否認殺人，不閉路電視見到咧，當日下晝5點咧 ，Aquedolin 咧喺寓所附近放狗，表現正常，冇情緒問題，而阿威咧。阿威咧揸嗰架黃色私家車就一直喺佢屋企度徘徊，嗱咁好奇怪喎一下。稍後引述咧，阿 Gwendolyn 嘅男朋友就曾阿偉啊曾經同鄰居表示，佢女朋友係自殺嘅，要求佢哋揸車將佢去送去醫院。嗱咁我唔知呢度冇交代啊，咁就可能咧閉路電視影到三個人，包括男朋友搬佢女朋友嘅時候咧，嗰兩個係佢鄰居嚟嘅。咁問題係啊，嗱而家身中九刀死亡，你覺得自殺會唔會插到自己九刀？好難啊！真係，我都諗唔明點啊，插一刀嘅最多。嗱，第一刀插心口死撚咗啦，係咯。第二，你插得一刀，同埋插咗情緒冇問題咧，你痛啊嘛，你係咪可以插咗第二刀？喂，老實講，如果真係要死嘅。喂，我都寧願為話撈人幫幫手咯，即係你去開槍好過我自己開啲下啦，簡單啲。OK， 好啦，我哋睇呢個 Gwendolyn 啊 ，Cretton 啊，睇相啊，嗱佢咧都係靚女咧，咁話曬 model 啊嘛，係咪好靚咧？我就唔講嘅，我係純粹覺得可惜嘅啫。咩叫可惜咧？廿幾歲你唔需要理佢個品格，唔需要理佢靚唔靚，真係花樣年華大佬，冇錯冇錯。OK， 好，即係個世界都未睇清楚，下一張。係有啲瘦咯，我就唔得，都幾瘦下喎，好瘦啊，唔得，有波就咁話，再下一張，咁啊人就走啦，啊嗱男朋友都係香港嘅，叫阿偉，即係你話如果又係嗰啲咁嘅嘈交啊、分手啊、情緒啊，好唔抵，所以我成日話咧，嗱你兩個女啊嘛，都係啊，最即千祈要教個女，最緊要就係咩咧，即係戴顏色，係保護自己，但係你要翻嚟，但係好難嘅，佢情即係當正埋啊，不過我覺得都係。你咩人就會撞咩人。好啦，機場7月21日嗰日咧，錄得17萬人次。我 details 我唔講啦，要趕，我要追時間。即係禮拜日，17萬人次就創疫後嘅新高。OK， 17萬人次入邊咧，啊，當日記錄咧就7萬人出境，即係有10萬人入境。7萬人出境咧，大部分都係香港人啦。入境嗰10萬人咧，啊，咁啊有4萬係香港人，咁另外有啲內地旅客啊、其他旅客等等啦，咁啊17萬人數亦都我唔知點解又有3萬蚊去，有3萬人係當係應該係轉機客，咁但係咧醫管局就話好有信心咧，即係貨運我知係恢復得幾好嘅，好有信心到今年年尾咧就可以全面恢復到喺疫情前嗰個客運量啦。啊，唔知點計出嚟嘅咧？咁嗱數字咧，我唔去質疑佢先啦，我只能夠講話，喂，你我唔會衰到連呢啲數字都吹水啩？唔出奇喎、啊。咁當然我知唔出奇啦，今時今日。但係你如果你話喂客運量好高嘅，佢因為呢度好仔細講出嘅入嘅同埋出嘅咩人啊？喂，咁咪大家懵？咁出你其實都未必係好事嚟㗎嚇。以前我哋就係、是出嘅係不嬲都多，其實不嬲都多㗎，唔係而家特別多。一場假期，但入嘅都唔少，而且入嘅人亦都係真係會消費，無論你大陸啊定係乜嘢，而
現在我見到是多翻啲鬼嘅，但係都係唔夠。而嗰扎鬼係高消費嘅，啊，即係唔係淨係經濟啊？好簡單啫嘛，去普通歐洲佬、美國佬嚟得香港嘅，你點貴，佢都覺得 OK 噶嘛。佢食個麥當勞餐，哇！你50蚊港紙，五啊幾蚊，喂，佢百嗰幾蚊，係咁易到，咁佢真係覺得你平啊嘛，啊，咁你咪消費得到咯。好啦。咁另外因為咧啊國泰啲嘢大單聲，但今次我哋都飛 Cathay 喎，冇辦法啦，因為你真係唔夠航班啊。咁啊，其他航空公司都同其他航空公司咧啊，因為種種原因啦、政治啦、個航權啦等等咧，其實好多航空公司即係飛歐美嗰啲咧未翻嚟嘅，啲航班未翻嚟嘅嚇，因為嗰個航權啊有問題。咁啊國泰咧嗰陣時係炒人炒得過癮啦。OK， 話而家咧要請人，佢話尤其是預計咧今年年底、明年首季就會恢復運載力啦。OK， 會回復到2019年嘅水平，所以咧到時咧淨係機師咧嚇啊都要3400人，但係而家咧去到呢一刻咧，連埋見習機師都得3000人咁。咁你老實講啊，你炒人咪炒得過癮咯。嗱，我識得啲網友咧係做喺國泰喺飛度揸飛機，佢寧願而家出去賣紅酒喎。堅決不回去 ，OK， 好啦，咁啊，但係咧冚家產啊，即係連國泰都係咁樣，即係香港你真係唔墮落唔得，不過國泰係咁樣唔奇啊，屌你老尾係請唔到人啊，咪降低要求、降低標準咯，啊，即係其實我哋各行各業都係咁啊，而家你請唔到人啊，唔係提高人工啊，係降低要求、降低標準，嗱，包括嗱，我見到今日有報道咧。報道呢兩個都是內地的見習機師，嗱，一個叫孫玉明，嗱，我對佢哋冇意見啊，嚇，但係我對即係我好感嘆，喂 ，Cathay 咁你係請人嘅 recruit 嘅時候，喂，原來你以前你梗有個道理㗎，你立個標準，係咯，啊，我唔準你乜嘢，我要你要求你乜嘢，你梗有個道理，你先要咩㗎？咁原來嗰啲嘢可以放，即係可以放寬嘅，咁一早咁你又唔好立㗎啦，哦，即係等於我哋覺得你譬如當差以前話。啊，唔可以戴眼鏡。哦、啊，你話唔係嘅，好多人戴眼鏡，於是乎咧，而且好多人有近視，因為咩咧？我都明嘅。但係你話喂，以前要做10下左上壓，而家屌呢一下都做唔到，都唔緊要咧，入嚟 train。咁嗰啲我就唔明啊嘛。以前你話喂，我要5尺5嘅，你而家喂你5尺2寸都算啦，喂200磅都好啦。咁嗰啲我唔明啦嘛，因為眼鏡嗰啲即係大細，你原來個個都實，咁我明啦。我呢啲我唔明。嗱，好似呢一個孫玉明咁樣，佢咧話大學畢業之後咧喺北京。我都係話國泰航空機械員度做咗5年嚇，咁點解佢唔能夠投考內地嘅航空公司機師啊？佢因為咧佢近視度數比較深，所以其他航空公司咧都唔肯請佢。哇！撲街，佢唯有話喺大陸啊，唯有咧咁喺 Cathay 度做啊、機械維修啦，係飛機維修。好啦。咁當佢發現咧，原來公司咧都接受內地居民申請成為見習機師，而且又容許佢哋戴隔眼鏡、深近視，所以佢話即刻放棄升職機會，都申請嚟香港做見習機師。佢話覺得做過機械員咧，幫助佢對於有飛機嘅認識嘅。咁問佢喺內地同香港做見習機師嘅分別，佢話應該都係一樣啩，不過我喺內地都係做整飛機，未試過揸飛機。就唔知道有冇咩大分別啦，係嘛？撲街啦！係啊，其實喺邊有崗位都有角色困難啫，都係分別啦。其實機師係我嚟 stand by 啫嘛。你問我，其實而家啲飛機咧，其實可以全能實際，其實連升降都係全電腦可以全自動噶啦已經。不過你有陣時真係啲人好怪噶嘛。其實你問我咧。係咪有人可以安全啲咧？我都好有懷疑。咁但係有時真係要救咯，你機械可能電腦你會失靈。係啊，手動即係緊急一成手動咯。佢好啦，咁另外咧，佢話喺飛行學校咧，佢學識咗啊嚇，同埋其他香港學員一齊相處啊。佢話大家一齊玩咯。佢話由於飛行學校咧規定著上制服後就要講英文，佢話而家佢啲英文都好有進步。OK， 咁我覺得都應該 OK 嘅。你唔會因為講真啦。我哋成日睇啲戲咯，即係聽嗰啲咧，又嗰啲英文好多口音噶嘛，啊、我諗都得嘅，啊，唔使擔心。嗱、啊，你到時你俾譬如啦，搭飛機嘅時候，佢話佢嗰啲機長會講嘢噶嘛，啊啊，
啊，喂，不如啊，你問下啊，我試下聲揀啊，睇喂，你個心其實唔代表技術差嘅喎。啊、但你聽見佢依字正腔圓，呢個澳洲佬嚟嘅喎，美國佬嚟嘅喎，你就會覺得嗯 OK 嚇、啊。頭先啱啱就係機長Mr. Robertson 咁嘅，咁你嘅咩啊？咁你嗰個好地地喎，但係如果係佢即係自己，佢覺得係自己講到啊嘛嚇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啊啊走啊走成啊啊各位朋友啊，推到啊昆影大揸嚟到呢個啊國泰嘅紅包上面嚇，我們啊。都嚇，希望大家啊喺紅包上面咧開開心心嚇、啊，有咩唔諗錯嘅咧嚇，跟我問啦啊，空腹門梳啲沙就可以嘅。喂，你唔諗你喂真係雜啲嘅喎，你個內心唔知。好用 AI 幫佢改，好似而家你做節目嗰啲咁樣咧。唔係嗰啲係我自己講嘅嚇。好啦，另外一個內地機師叫黃子豪，佢話2021年咧喺美國普渡大學，哇普渡眾生喎、啊，我未聽過喎，普渡大學喎、啊，學無人航空系統工程。咦，他學的是無人航空系統工程，我現在有人說他大六三年級的時候，屌你發現，咦，國界放寬見習機師要求、哦、加上呢他認為航空業正值復甦，大幅增聘人手啊，機會難得啊，即是說是時候了，如果不是大幅增聘人手呢，他就不會有機會的，於是乎書都不想讀，立刻過來去 in 做見習機師，又估不到又什麼、哦、又收了他、哦、那他呢，他說呢讀完呢個見習機師啦，有機會佢會先翻翻去讀完成餘下嘅課程，即係嗰個普渡大學嘅無人航空系統工程。佢話佢獲得取錄嘅原因，相信係因為佢熱愛航空業咯，而且自己高中都喺外國留學啦，又識英文，又識啲簡單粵語，都品每個識英文啦。嗱，相信可以同同事交流咁樣講。OK， 嗱 ，anyway， 即係我哋正面正向啲，唔好咁諗多批評。所以你話咧，如果你話出去旅行，你又揀一個地方住噶嘛？譬如你 base 邊度啊？咁你 base 香港一定係搭嘅飛機會多喎。但係我要咁樣，我見到佢我就少啲搭國泰啦咁樣。你成日去日本嘅，可以第二啲揀下啦。但係你唔去日本嘅，就真係喂大佬。會去荷蘭咪坐荷蘭咩咩咩 KLM 啊？係啦係啦。喂嗱，佢嗱大公道啲，佢唔係淨係請機師嘅。佢連空服都請大陸，佢打飛機啊！真係。佢話咧，嗱，黃文傑啊，嚇，即係國泰嗰、那個啊老總啦，係咪老總啊？唔撚記佢啦，係啊。佢就話咧，佢哋仲會請多，今年年底請多1,500至2,000個空服嘅。佢認為咧，空服嚟自唔同地方係國泰嘅特色之一，哦、但係強調香港仍然係主要招聘地，嗱唔緊要嘅。反而你話你空中服務員，你請多啲大陸我冇所謂喎。係啊，海外按摩嘛。係啊，屌，唔知點解，即係其實真係我冇歧視，但係你我唔知有冇你大陸妹，你覺得係淫賤啲喎？你覺得可以搞咯，即係可以撩下佢咯，係嘛？係開心啲嘅，休息一陣。